在我们游戏开发的过程中呢，往往需要通过大量的反复测试来确保游戏的质量。那么这位呢，就是我们的游戏总监江燕七，他现在正在测试我们最新的 build， 感觉怎么样？效果不错。《诸神纪》是育碧打造的全新力作，这意味着需要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 DLC 的体量去打造一款全新的中国神话故事。《诸神纪》 DLC 补天核心讲述的是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故事发生在水神共工与天帝大战之后，共工战败，一怒之下撞倒了天柱之一的不周山，一时间天塌地陷，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大理之母女娲不忍自己的造物受难，于是四处寻找补天的要素。Goddess, my name is Ku. What happened to my peopl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ky pillar. Bujo Mountain created the scar tarnishing our skies. The chaos energy was too much to bear for God and human alike. He took...Everyone,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中国上古神话版本很多，所以在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考证。我们研究了《山海经》《淮南子》等等那样的神作，但是很多古文都是寥寥数句话，缺乏像古希腊神话中有荷马史诗那样非常系统化的戏剧设定。我们也很难找到当代值得参考的影视或者小说作品。后来我们发现，在东汉。学者王冲所写的《论衡·谈天篇》中，将共工撞倒不周山和女娲补天联系在了一起。这段神话可以说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为精彩也最为流传的片段，而且也非常适合《诸神纪》DOC 的体量，所以我们选择将这段神话故事在《诸神纪》DOC 中进行一次全新的演绎。陈东工作室负责了整个 DOC 中大部分的美术制作工作，那么这里就是美术的工作区了。你在游戏中看到的大部分的画面上的内容都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这位就是我们的美术总监李青。大家好，对于接手《诸神纪》中国 DOC 这样的一个任务来说的话，我们对于第一次在 3A 游戏中呈现中国题材非常兴奋，也非常珍惜这一次难得的机会。作为主游戏的扩展，我们需要确保中国 DLC 和主游戏风格一致，画面绚丽多彩的同时又能够在写实与风格化之间达到平衡。我们研究了大量的中国题材的艺术作品以及不同时代背景的历史资料，希望能够体现中国神话世界独特的美感和艺术风格。比如在蓬莱世界的设计中，我们就参考了中国传统水墨的留白技法运用，通过云和山的结合体现出东方世界的意境。游戏 UI 的艺术方向设计中，我们采用了金镶玉这一中国特有的制作工艺以及先秦时期的花纹设计作为视觉语言，以表现历史感。最有挑战的是在 3A 游戏的质量标杆下如何建立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神话世界，而对于可信度最重要的是时代背景的设置。这一设计直接影响到游戏中人物服饰、建筑风格、派系势力的视觉元素表达。中国 DOC 所讲述女娲补天的故事发生在远古的洪荒时期，通过大量描述先秦时期的影视作品以及相关资料，得以帮助我们建立和完善整个世界的构成。比如贵族的曲裾深衣、平民的短葛衣、士兵的扎甲、秦汉宫殿、长城等等。整个 DOC 的世界设定，我们选择了三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场景，比如以桂林山水为灵感的蓬莱，以塞外长城为灵感的不周要塞，以及和主游戏的地宫完全不同的天庭。在角色的设计上，和主游戏以古希腊金属铠甲为主的设计不同，我们更多选择了以布料、扎甲更有东方特色的设计，再通过骨骼模拟在整体上强化角色的飘逸感。我们也尝试了用风筝这一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元素来代替主游戏的翅膀与设置，玩家可以通过风筝在天空中滑翔，在世界中得到更多的探索体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育碧游戏是大神的存在，因为我一直都和一些国际游戏公司来合作，比如说暴雪，比如说 EA， 那这次能够有幸和育碧来合作，我是非常荣幸的。刚刚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这个词都写得好惟妙惟肖，就是都是四字成语这种感觉。Balance gave way to life, and life found its purpose across the lands.
There was peace and order. 我自己感觉上就是配起来就感觉在配古装剧，古装宫廷戏，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呢，这个角色有一点母仪天下的感觉。I can undo all of the damage. All it requires is for the balance to be restored to the way it was before.然后他都会去指引玩家去做一些任务，然后能够达到就是我们完成这个游戏的一个任务角色的感觉。我们的开发团队除了有参与过《刺客信条》《碧海一番》和《荣耀战魂》等三 A 项目的经验丰富的成员，也有许多新加入我们团队的优秀人才。我非常感谢每位同事在这段时间的辛苦付出，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过程中育碧魁北克工作室所给予的极大的信任和帮助。而在未来，我相信我们育碧成都工作室能够将更多更有特色的中国文化带入到育碧的3A游戏开发中。